哎，你别说啊，一航那小模样确实吸引了不少美女顾客呢。他现在改追一航了？正所谓女追男隔层纱，我跟你说，这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一航肯定就得沦陷，是吧？那个，我问你啊，但是如果这个男的特别优秀的话，那这层纱还好捅破吗？思涵小姐，我跟你说，在我们老大眼里只有甜品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女生就能入他的眼的。那烘焙间更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入的。所以啊，你这根本就不用打，纱都已经披在你脑袋上了。瞎说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上面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一遍。恋爱必做的一百件事儿。嗯，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嗯，我想想啊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你已经上了名为李景阳的爱的贼船，跑不掉了。嗯，世间情人的般配，相遇的刹那，空气中弥漫着面包的清香和奶油的香甜。你要干嘛？证明自己手机还不错？我已经证明了，否则我怎么找到这么优秀的女朋友？嗯，好了，不玩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。情侣必做的一百件事儿。不许挂！哎，我就不。别闹！哎，你别闹！我一会儿约了程木。哎，不让我挂也可以，让我留下。哎，你别闹！我还有惊喜给你。你就这么想我回家吗？程玉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笑。我不想你这么大压力。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都能看见你这样开心的笑。你收起来，跟你收起来。姐，我看了楼下。